我们开灶了，陋习了啊！过去来，你这棒棒的。今天菜系啊，哎呀，我太难了。我说往上涨吧，你们说了啊，这涨成虚的。我给你往下搂吧，你说哎呀，你不需要往下搂了，事儿可多了。明天你们上秤，看多少了，这两天有肚子了。你们说我还挺瘦的，那玩意儿还有肚子，我这两天我都十多天了没有控制了，我想现在那不知道多少斤了，我自己都不敢上秤，明天上秤给你们打打卡看一眼啊，必须捞彩。嗯，今天趁着没上秤的时候我就使劲吃，那妈妈棒棒的，嗯，那妈妈棒棒的，棒棒的，双击，感谢。